轻轻的，它飘来了。它只要进去那个房间，就开始流脓、流血水。那女生的下半身是被车碾过一样。它没有脚，难怪它觉得它很轻，然后是用它真的是用飘的。七孔流血，眼睛狠狠的瞪着他，告诉他说：“把我的头发还给我。”